我是人大奶奶，是人家的当家主母。嗯，没错。你如今生的也就是这么个虚名了。，我们家姑娘有请。大奶奶别去，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又有什么阴谋？清月小房领了领之一职，领之召见知户，我哪有拒绝的理由？进来吧，妈妈待我很好，给我的这间屋子淋水，打开窗户就可以看见外面的风景。我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弹弹琴，弹弹琴，看看风景，看看书。其实日子跟以前也差不多。宝琴，我是来接你回家的。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你能来看看我，我已经死而无憾了。我再说一次，我是来接你回家的。你不走，我不走。你接一个月户回家，做什么？雪堂，进了行院的女子就是月户，不管在这儿待了多久，哪怕只待了一天，只待了一个时辰，她这一辈子都是月户。你以前认识的那个曾宝琴，她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女子已经不再是可以配得上人家大少爷的官家小姐，她只是一个下贱的行院女子。宝琴，宝琴，你忘了，我们俩大小一块长大，一块吃，一块玩，一块看书，一块画画，我们还看龙舟来着，还记不记得？我们是知己，既是知己，我给你知你心，知你人，知这世道艰难，知女子不易。我不管其他的，我就知道你是曾宝琴，是我任雪堂大小姐家娶进门的媳妇儿。没事儿，啊！如果你不放心我，那我给你发个誓：如果日后我欺负了你，或有半句提及行院，我天打五雷轰！我跟你回去，我跟你回去。曾宝琴见过人家大奶奶，
你找我来所谓何事啊？是不是说得很不服气啊？人人都知道老夫人喜欢你，欣赏你，但她也知道你终究不是雪堂的心中所爱。她怕有一天你和雪堂闹翻了，她怕你会做出祸害人家的事情，所以就留了一手防着你。刻绣混合的法子她是教给了你，但是她所创新的呛色法临终之前她教给了雪堂。所以雪堂又把呛色法交给了你。雪堂把我当成他唯一的妻子，自然是什么都不会瞒着我。你找我来就会说这个，要是没别的事我先告辞了。沈翠喜，你心里其实是一直恋着雪堂的，没错吧？我是人家大奶奶，恋着自己的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袁老夫人教你刺绣，教你刻丝，教你管家，教你如何做一个人家的当家主母，但她偏偏没有教你如何恋着你的男人。都说我命苦，如今我才知道，原来恋着自己的男人却说不出口，人家的大奶奶命才更苦。我劝你放弃吧。放弃？放弃什么？这是雪堂临走之前给我留的信。雪堂给你留过信？对啊。情妹见字如晤，半生飘零，心有忧恐，为兄心有余力不足，未能庇护左右，少年情谊，青梅竹马，生死相随，既已许诺，自当践行，白首同心，为君一人。翌日举业有成，当效窦涛之举，山高水长，自在行。够了，不要再念了。沈翠喜，你把持着人家的家业又能如何？雪堂心里根本就没有你，雪堂心里没有你，你又怎么能算得上是人家的人呢？我是任大奶奶，是人家的当家主母。嗯，没错，你如今剩的也就是这么个虚名了。你抢我的孩子，靠的也是这个虚。不过真够讽刺，苏州领知之位人家传了三代，到你这个当家主母手里，丢，你这个家当得真够好的。我要看着你怎么跟人家上上下下的人交代这事。曾宝琴，新任苏州领知是任如风，是人家的二爷，人家的子孙，故而人家何曾丢过领知一职？强词夺理有意思吗？沈翠喜，我等着你亲手把孩子还给我。